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。我是真的把所有备份都放家里了。那图纸怎么跑出来了？听说是小胡总找设计师重画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当我傻呀？一天能画得出来吗？其实我觉得，你觉得什么？你觉得？行了，我也不该不相信你。本来就想拖一下工期，好让我可以找机会接手。既然这事儿他躲过去了，就让他高兴两天。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先去工作。长点心。别忘了我派你去是干什么的。儿子，给你煎两个鸡蛋够不够？够了。你先凑合吃一口啊，等一会儿你姐姐回来之后再做晚饭啊。爸爸，我那双运动鞋呢？哪双运动鞋？白色的那双，明天训练要用。你自己找呗，一共就那么几双鞋。哦。不瞎，我问你从哪儿来的？妈妈给我的。你妈啥时候给你的？妈妈把零花钱、压岁钱都存在这里面了，妈妈说让我保管。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拿出来啊？我藏在鞋盒里，我忘了。你忘了？啊？夏小子，我倾家荡产，我把能卖都卖了，你告诉我你忘了？你买多少？好像是我的生日号码。知道里边有多少钱吗？好像6万多。6万多，啊，夏好汉，你真是我亲儿子，打算怎么处置？爸，你别生气，我都说。我是那种人吗？那我就自己说。你拿来。嘿，你先笑。你嬉皮笑脸，你再笑。我问你，想不想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怎么来？我有办法能让这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多，你信吗？那如果变得越来越少呢？那你就真的把它给忘了。写作业去。哦。哎。还是要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替我找回图纸。嗨，我们都是朋友，这我应该做的。况且我们现在是深度合作的伙伴。你还真的什么都会做啊，中餐西餐都做这么好，你是从小就爱做饭吗？谁会从小就爱做饭啊？我小时候那也没得吃，我不自己做的话就饿着了，做的多了就越做越好吃了。我小时候，我爸吸毒，
我那个胡同一枝花的妈，在我爸锒铛入狱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婚。他把我送到我姥姥家，我姥身体也不好，他也没法给我做。差不多三年之后吧，我妈重新选择了一段婚姻。你恨他吗？我说恨，我还真没有。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特别羡慕那些同龄人，我那些朋友。我特别羡慕他们能够跟他们父母，就特别正式，坐在一张桌子上，就像这样的桌子，一会儿吃晚饭。要不然就是他们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玩儿。哎，真的，那就是一段时间。更多的我还是理解。你看，我妈她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她是一个个体，她有权利去追求她的生活，追求她的幸福和快乐。成为我妈那只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但不应该是她生命里的所有。我觉得当初的那个选择，也许是最好的安排。学长，我觉得离婚只是结束一段关系，但是你有能力，你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不太美好，或者说已经破碎的生活，而你还可以为此承担相应带来的后果。我觉得这就叫勇气。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妈就是一个勇士。但是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家庭里成长，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为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图纸到底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要干傻事。我在你眼里有那么聪明吗？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不提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昨天晚上，艾丽莎向总部递交了一份申请。什么申请啊？艾丽莎力荐寻找做白领衣橱的项目总监。什么？
过来一下。我觉得左边这块木板，还有右边那块木板，中间的空间可以再大一点，所以这个弧度可以修得再大一点，从那上面开始修整，这样空间就能够显得宽一些，好吗？好。你一会儿在图纸上修改一下。对了，您看，如果这边再弯一点的话，灯光也能透得出来。但是，内观，如果说这要变窄了的话，模特会没地方站了。模特上场之后呢，他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停留，直接从后台走上舞台。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军长，军长，120电话打通了吗？军长姐，关你什么事？小心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慢。军长姐，家属请留步。你好。家属请在外面等。伤者叫什么名字？军长。军长。年龄？34。你是伤者什么人？她丈夫吗？不会，婷婷，我在医院。谢谢。好，我现在回去。湖南公司现在催我回去说明情况，可是姐还在里面呢，我怎么走啊？哥，没事，放心吧啊，我在这儿呢，她会没问题。放我救老她。去吧。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啊，有我在这儿呢，我陪他，他一定没事儿。好，去吧。没事。失踪的家属在吗？失踪的家属在吗？在。我是。怎么样？大夫，怎么样？你是寻找家属？是，我是。是这样的，伤者现在生命体征还不平稳，送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出现了失血气、休克昏迷，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抢救当中，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同时，我们也安排好了手术医生，随时准备手术，你要做好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做什么准备啊？怎么了？特严重啊？你先别着急，目前我们初步判断是皮破裂，可能需要做皮切除手术。皮破裂，那切除，那他有没有生命危险？他没事吧？他？好，你先别紧张，来看看这个。没有问题的话就赶紧签字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先做术前检查，准备手术了。那辛苦了，谢谢。一下，你能不能联系到寻找的家人啊？我联系不上，怎么了？他爸爸去世早，妈妈一个人在国外，出什么事了？是这样，他刚才在工地的时候受了点伤，他被砸着了。哪儿受伤了呀？严重吗？不严重，没事儿。您先别紧张啊。但是现在我在医院需要这个家属的签字。
哪个医院啊？啊，国际康复中心是这样啊，现在需要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她以前做没做手术？第二，她有没有这个麻药的过敏？哎呀，我哪知道？你得问她老公。哎，不是前夫，这样我把电话给你，你跟她联系好吧？啊，行了，你给我发过来，我联系她。好，湖南，我到之前你别离开，好吧？ 啊，你放心，没问题啊。发过来了。 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这样，我是刘云乐给问你的电话，那个寻找他现在在医院，他出了一点问题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哦，我是他同事，是这样，他刚才在工地的时候被不小心砸伤了。现在需要知道几件事儿啊，在做手术之前，第一，他以前做没做过手术？第二，他有没有这个对麻药的过敏？第三，他有没有其他的过敏史？还有，他对青霉素过敏，这些您得现在告诉我，要不手术没法开始。不是这些他都没有，你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？啊，在国际医疗中心。 好了，没什么，那我跟陈总请个假。你等我马上过去。您的患者怎么样？患者皮炎症破裂，正在做切皮手术。啊！不是受伤了，人呢？别激动，那边应该让我把手机儿，现在寻找的严重的皮破裂，在里面做切皮手术。 切皮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为什么呀？工地出了点事故，他为了救一个人被砸伤了。那个人呢？人没事儿，现在回公司去汇报情况。不是，这个切皮，那会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医生在里面做手术，还没出来呢。不过你放心吧。 咱们相信没问题的啊！您，大家，哎哎，别别。前面那个房间，那个是吧？对。啊，谢谢啊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说好了，费用已经交过了，大夫说到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还不知道呢。我说，你回家换个衣服，洗个澡吧。你看你这身上又是血又是土的。没事，我没事。 能把人砸成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不配，全都给我出局，游戏刚刚开始，别着急。安迪，我手有点事儿，你照顾好他，我是有打包啊。 受伤了。你看我警告你，你再敢伤害巡长，跟你没完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个意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家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好不好 ？OK？ 我会找到证据的。我告诉你，找不到证据，你必须给我道歉。 小胡总刚才像疯了一样冲进来，指着薇薇安说：“寻找姐受伤的事情跟他有关系。”什么情况啊？寻找怎么受伤了？啊，工地发生了事故，大半砸下来，砸在寻找姐身上，她现在人在医院做手术呢。哪家医院啊？国际医疗中心。叫司机过来，我去看看。好嘞。 你醒了？怎么了？工地牌子倒了，你为了救同事被牌子砸伤了。刚做完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我去帮你买东西了。 睡一会儿。
有一个叫寻找的病人在哪个房间？啊，在那边205房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205号寻找的情况怎么样？您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公司的领导。哦，您稍等。啊，患者刚从手术室回来，目前情况还算稳定，还需要留院观察。姐姐忙着呢，你干嘛呢？你女儿就往外网购，购物是女人的天性嘛，购对地方才是享受。这儿能买到全球好货。姐姐的一个同事受伤了，再给她买些营养品。哎，爸爸，吃饭啊，爸爸。哎，爸爸一会儿再吃，你把这都收拾了。哦，没事。多多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寻找那边情况稳定，放心吧。啊，那就好。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。好啊。我跟你说了，孩子在边上呢。亲姐，我爸爸怎么了？副总，这三颗螺丝脱落，导致这次事故。确定不是人为的吗？不好判定，也有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拧紧，来回来去的扭动，让螺丝自动脱落。你确定吗？基本确定。你们人会这么不专业吗？可是没有人会故意卸那些螺丝吧？吴楠，失之受于雄辩，你得跟我道歉吧。
依依，帮我拿一些饮料。哎。还是你送吧。好。嗨，这臭小子怎么不接电话呢？这是。现在年轻人都很忙。啊，是，没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餐厅装修可真有格调，漂亮啊。是，这都是他自己弄的，我一分钱都没给过。平时啊，我也不怎么来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儿子呀，就好在这点上。从不啃老，自己奋斗，而且啊，他属于那种不光为了赚钱为唯一目的的那种人。哎呀，咱俩太有缘了，我姑娘就喜欢这样的男孩，既不啃老又没掉到钱眼里，是吗？咱俩真是太缘分了。是是是，哎，那没准他俩能成。阿姨，哎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。啊，行。哎，天王，那个湖南他今天来过吗？啊，这几天他都有事儿，好像都没来。几天都没来过了啊！